好的建筑啊，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，总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经典和考究。灰与白的搭配是后现代主义，硬气的白石柱含而不露的掩着玻璃，温润的木墙则包裹着窗里的生机，加上绿植掩映的小暧昧，让这儿有了微妙的平衡之美。独立进出的双车库是一左一右，有序叠放的双车位是一前一后，停车不是问题，空间相当足够。你有眼光，我有好房。这里是89号 Queenstown Road， 望海而居，让心情去飞，四通而行，与繁华约会。